大家好，我们来看看这些阿姨还有叔叔在干什么。怎么化妆啊今天啊，江阿姨。今天干嘛？今天拍婚纱照。范姨帮忙化妆。今天下午几点拍呀？两点拍。叔叔，你今天下午也拍是不是？你和阿姨俩。哎呀，阿姨妆已经化好了，我还没看见。叔叔，以前年轻的时候拍过婚纱照吗？没，那个年代我可以说是我起舞。那阿姨这是第一次穿婚纱是不是？今天下午。对。我那时候结婚时还没有婚，也没有婚纱照。别说你了，我比你岁数小多少岁？我七十七。啊，我今年73。啊。差40岁。对，我那时候还没也没有婚纱照。一下子都记大了。对。江阿姨，你之前拍过婚纱照吗？甚至印到现在没有一次。没有，也是这是第一次。这两位老人呢，他们是夕阳伴侣服务部的，是不是？对。那咱们这个夕阳伴侣服务部是一个怎样的一个工作部门呢？我们西安伴侣服务部啊，就是为老年人服务，就是为了那个什么，单身的老人，帮着他们找到理想的那个生活伴侣。嗯，那今天咱们这个拍婚纱照的活动也是咱们这个部门组织的。我们牵头，我们这个部门组织的。啊，通过咱们部门牵线搭桥的。现在一共成了多少对？今年呢？今年成立有十来对了。哦。妆化好了，现在抱着婚纱，准备换衣服。是哪？今天拍婚纱照开不开心？开心。好的。愿意啊，动手头啊。啊？现在他们感觉很幸福，准备重阳节给他们办理婚礼。哦，好了，我们来到了12号楼的3楼，一会儿叔叔阿姨呢就在这个地方拍拍婚纱照。叔叔阿姨他们来了，看看穿着小西服，戴着小礼帽。阿姨穿着婚纱，天气有点凉，现在披了一件衣服。看看我们的摄影师呢，给我们的叔叔阿姨来，叔叔阿姨看我拍婚纱照，留下这个美好的时刻。笑一笑，哎，来，叔叔阿姨，你们俩看对方，来看一下对方，看一下，笑一笑，来看对方，笑一笑，看对方笑一笑。阿姨啊，阿姨，江姨，哎，你这今天拍婚纱照什么感觉？美呀。这个您之前有没有这个婚纱梦啊？那叔叔来，哎呀，别打红包，就是这是年轻的结婚了，结了就了，快想了，咱下辈儿也，就是白为人了，没。这是原来这年轻的嘛，想都没想到，这么个岁数，哎呀，我这提着起岁，年轻的心态现在。叔叔，您跟这个阿姨，你俩是在一起多长时间了？半年多点吧。有半年多了。嗯，半年左右。嗯，怎么样？找个老伴儿一起陪伴养老，怎么样？感觉？其实挺实力的。这个我们两个就是可以说不干心的事，不笑不笑话。嗯，这是这个豆巴问呐。叔叔阿姨，看我这，我先看这，叔叔看这，哎，这先我们的镜头，看我镜头啊，先看我。我还问呢，看我镜头啊。地可是走心的血，能敢往前冲吗？我走的这步是太幸福。今天这个拍婚纱照，有没有什么想说的？我这个第一次的感受就是，我跟着
不到77-78岁，这是第一次照了这婚纱照。有没有？我以为这早年代年代没干，有没有？现在赶上个好时代。笑一笑，阿姨。太严肃了。今天下午呢，我们就拍这两对老人，然后这几天都会有这个婚纱照的拍摄安排，应该是现在报名了有十几对老人。好了，那今天我们就到这里，关注我了解更多。